红新标配是什么知道吗？露营啊。不是，那早过季了，现在大家都流行围炉煮茶。那在哪儿啊？我带你去。好热呀，感觉这个天特别适合围炉煮茶。其实要在外面更好，但是太冷了，今天天津风特别大。哇，这个烤食物的香味就散发出来了，感觉。尤其是那种烤栗子啊、烤红枣啊这些。柿子烤一下就可以吃了，本来就很甜。表演一个一口闷，一口闷都做不到啊。感觉很好吃，真甜，有小舌头。这个干果类的都放边上，嗯，你放到中间马上就糊掉。明白。这个小橘子是不是也烤的时间很短？已经糊了，它要哭了，这个是挺可爱的。现在烤的巨香啊，你们一种粗粮的味道。阿生烤过这种大干果。我第一次吃这个烤红枣，挺甜的。超市里面卖的那种红枣脆的那种，食物的香味非常的治愈人心。热气，馋死了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咱这个茶呀，能煮的茶一定是老茶，新茶它煮出来发苦，太绝了，有点羡慕。预算不足，咱们这个也很好。